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欧松，咱们接着逛。上午和姐妹一起去了趟开福寺，门票每人10元，会附赠3支香。进去之后要先到右侧烧香再参观哦。逛完来吃饭，这一家幸福家菜馆位置在马场万科城这边，将近2点人还是超多，不过有2楼座位很多，不用等位可以扫码点餐。本来是想吃牛蛙的，结果卖完了，换了一个孜然牛肉，巨大一盘，多到换个店能给你装2盘，不用怎么描述，就是很经典的湘菜口味，孜然味香而不冲，牛肉嫩嫩的又不是口感，还有大量的蒜子和红碎椒拌，拌饭嘎嘎香。这一波是猪蹄凤爪，看颜色就知道是卤味十足的，特别是凤爪好大好大一只，这一份大概7-8个的样子，虎皮炸得非常有水平，肥肥糯糯，软烂而不破皮。很神奇的是它还带点米粉肉的香味，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。猪蹄就是中上水平，普通调味，略显逊色，如果能出个凤爪纯享版就好了。这个是招牌的热拌香干，放了海量的葱花，第一口可能会觉得有点淡，放个几分钟会越吃越香。辣椒面、红油、葱油、香油紧紧包裹着嫩嫩的香干，非常入味，很上头的一道菜。菜量是真的多，打包了满满一盒，回去又吃了2顿才搞定。走之前看到这盘炸鱼，感觉好好吃，果然别人碗里的最香。提上面包去喝咖啡，这家露光咖啡位置还挺隐蔽的，要爬上这个窄窄长长的楼梯，进门之后别有洞天，整体是简约原木风。咖啡师小姐姐会耐心根据你的喜好推荐豆子，点了一款冰滴，入口的酸很明亮，类似百香果的热带水果风味。还有一杯澳白，选了风味柔和的豆子，也很贴描述。特别喜欢窗口这个位置，有一棵巨大的梧桐树，很适合歇歇脚发呆的一家店。晚上也还是吃湘菜，先上的是小份口味鸡，类似东安鸡不怎么酸的版本，用了大量的红椒和姜丝烹制，鸡肉剁得碎碎的，入味又挂汁，特辣的辣度还行，主要是看着红彤彤的就很有食欲。然后是口味牛蛙，一开始蛮好吃的，蛙肉很嫩，放了紫苏调味也很香，但是越吃越甜，回味有点怪，略低于期待值了。我觉得湘菜要好吃，第一是不能甜，第二是不够芡，当然什么炼乳小馒头啊炸糍粑除外哈。老板还是很热心的，会跟你聊天问好不好吃。我们来的是老店，外面正在围挡修路，另外几家分店的环境应该会好一些。早餐过后去了市博物馆，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热度还没起来，丝滑入馆。后来我自己8月份又去了一次看《红楼梦》画展，人巨多，还要排队。然后回五一广场这边吃个午饭，这一家比较一般。首先是小锅翘脚牛肉，牛肉是挺嫩的，除了牛肉和毛肚以外还有牛肠，应该很多人吃不来牛肠吧。汤底还行，可能有一点工业，芹菜香味不够浓，蘸碟估计偷懒用的是六婆，味道一模一样。粉蒸牛肉还可以，下面店的红薯甜甜糯糯。脑花豆腐呢是红油豆瓣味，我觉得还欠一点花椒粉，而且脑花切得不够碎，加上口感偏硬略显突兀，拌饭还是香的。
逛了一会儿来喝鸳鸯，还没到夜酒时间，想喝的一两款也卖完了，就随意挑了两个。这一杯是满船清梦，含 1.4 度的酒精，咖啡配金酒，微苦，柠檬糖浆在底部，建议搅匀了再喝。茶汤用的是栀子毛峰，总体比较清香的一款。这一杯是高山低谷，小杯型的 dirty， 上面的椰奶絮絮有点惨不忍睹，总体偏甜了，夏天喝会腻。然后去了趟先锋吃面包，这次的红豆三明治品控有点不行，红豆有硬邦邦的颗粒，还比较甜，以前是海盐的原味，贝果包体也有吹干的嫌疑。蓝莓蔓越莓可可面包是新品，也一般般吧，还是以前的经典款好吃一些。隔天中午出来吃饭，离大妈家菜馆，还有图呢，瘦肉条在牛肉吗？第一道是萝卜干瘦肉条，这两个元素加在一起不可能不好吃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瘦肉条的，类似没有烟熏腊肉风味的纯瘦风干肉，好嚼不塞牙，和脆蹦蹦的萝卜干就很适配，加了大量的蒜粒和青椒爆炒出锅气，下饭一绝。自然牛肉就能看出来比较一般，这么大片的牛肉切的有点随便，蒜苔我也不爱吃，总体没太炒出香味，而且很贵。米豆腐肉泥这个就好吃了，他们家的米豆腐是一条一条的，不是小方块，很软很糯，不知道是油放够量了还是采购渠道不一样，反正比大碗先生这类馆子做的好吃很多很多。碱味是有的，但不冲，油油润润，戳碎了拌饭一绝。其实他家的招牌是红烧牛腩啊、鲫鱼和爆炒肥肠之类的，不过我们两个没点，是能吃到比较传统的长沙菜的，但单价会偏高一点，没吃完就打包了。第二天煮了个碱面拌着吃，香晕。这一家是回购，需要自提跑腿或者快递，不能堂食哦，算是长沙做的还可以的新式法甜了。这个美酒巴斯克上层是充气感十足的美酒奶油，蓬松轻盈，淡淡的美酒回味，中间是巴斯克芝士蛋糕，还是微冻的状态，不会很甜，建议稍微化冻一下再吃。外层的塔皮巨酥，黄油香气很浓，是偏硬脆而不是蛋塔的那种酥。这个是法式开心果树莓泡芙，天气太热，冰袋也顶不住，奶油稍稍有一些塌了，好久没吃这种大个的奶油泡芙，大吃一口好幸福。这个奶油是现挤的，所以泡芙壳还很酥脆，开心果味是浓郁的，有非常明显的坚果香气，加了一点莓果果酱，提供清新的酸甜调味，是有点小贵但很好吃的一家甜品店。我点的是庄周梦蝶紫苏桃子口味，巨好喝，清清爽爽的一杯特调，乌龙茶底，上面是一层咖啡奶盖，基酒是青梅伏特加，还是比较淡的，紫苏和桃子这两个元素表达的很清晰，也不会太甜。第一次喝鸳鸯夜酒的可以选这一款入手，这一杯是半个盛糖，可以选 1.5 到 3.4 的酒精浓度，平时不太喝酒，不建议选全酒，别看才3点几度，但它用的是白酒，所以真的很浓，我是可以接受的，但饭搭子不太爱白酒就觉得有点怪，基本就是茶颜得色的浓缩版，是乌龙茶底加淡淡的咖啡奶盖，杯型很小，桑葚果酱有些多，所以过甜了，兑成500-600毫升应该挺合适。晚上吃的是冒菜，本来是要吃一家叫春熙园抄手，刚好碰上人家是被检修停业一天，这一盆冒菜68，有毛肚虾滑和冒烤鸭，总体还可以。